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所以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在480多项非遗当中，传统武术占到了36项，其中代表着香港客家功夫的项目当中，就有东江周家的螳螂拳。跟住落嚟表演嘅呢套棍阵咧，系将东江周家螳螂棍法入边嘅一啲简单实用嘅招式编制而成嘅，便于训练啦同埋表演。喺呢个表演入面，大家可以欣赏到呢一派棍法嘅独特风格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天来师傅和他的一众弟子们，有请。非常之精彩啊！太酷了，我刚才大家一直在喊，真的太帅了，有没有？嗯，呢套棍法咧就叫做毒蛇棍，系东江周家螳螂拳嘅其中一套棍法。支棍揸喺手上，就好似一条毒蛇伏喺路中，对付四面八方敌人嘅攻击。运用时机动、灵活、多变。好，刚刚那个叫做毒蛇棍啊，看起来真杀伤力十足。